仍然愿意做一些把我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道具的事情，就是只要我还有能力这么去做，我都会去这么做。就不管它是多危险也好，还是说多怎么样也好，我希望把自己抛开掉那一瞬间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因为那一瞬间只有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那个是你别人没办法演。我觉得我有点像一个什么观察员一样的状态吧，我自己经常把自己想象成观察员。